各位村民，建议客家们喝火罐。各出门开始唔谈话，出门唔系戴口罩，戴口罩又唔系戴口罩，要着很拉到下巴去，你着会及时挨你系么？挨你前面救火，你着会后背并火，挨你同一条村内人，唔得好好合作及照顾吗？要最好老爱乖乖谈话，唔系讲嘢啊，好及时嘛。